银行贷款需要什么条件？一般情况下，申请贷款需要符合的条件，首先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，意思是公民能够通过自己的独立行为进行任何民事活动，年满18岁且精神健康的公民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。其次，要具有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，即贷款人具有稳定职业、稳定收入，可以按期偿付贷款本息。再次，要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和还款意愿，无不良信用记录。最后，贷款人要具有稳定职业或其他副业，有稳定收入且平均每月的收入在2000元以上。一般只要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，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就可以申请了。另外必须是没有在银行留下什么不良记录。